嘎博览菲，世界客家博览会在桃园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还在好可爱。我想今天你做梦也会好可爱，很开心哦！今天在现场呢，我相信各位朋友都感受到不同的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带来的美好。那第一次听到客家音乐的朋友，哇，很开心哦！客家音乐有非常非常多种，那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可以多听一点客家音乐哦。好 ，J 后的乐团的也好啊，或是我们刚刚金曲歌王罗文玉他的歌曲也好，或是吉娜罐子乐团的歌曲也好，都好。好的，那相信呢，今天远道而来的朋友来到这边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在等压轴的 Live Aid， 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难过、伤心。吉娜都说她要加 IG， 我现在粉丝专业也才832人，很可怜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今天呢，大家来到这边，我想在地人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眼朋友的哦。不少哎，好好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来，哎，北部地区来的，北部地区来的，哦，北部地区来的，好哦，好哦，好来，放下来，中部来的有没有？中部来的也有，哇，你怎么来？开车来哦，开车来追星，很棒很棒。那有没有南部来的？南部来的，好，目前没有，就中部以北的地方。好，有没有离岛来的？哦，外海来的。好了，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世界客家博览会在桃园举办的非常精彩。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们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的活动呢，到10月15号。那这个礼拜呢，今天礼拜天了嘛，对不对？明天要上班，1到5要上班，6日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这边，一样有精彩的表演等待大家。好的，那今天大家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对不对？刚才可不可爱？有演到吗？有有超嘛？那你们接下来期不期待呢？你不准站起来啊！对，你不能站起来。主持人的功能就是撑场撑到工作人员跟我比个 OK， 我才可以下去。这样你们了解意思啦。来，各位，你们期不期待？大声一点！你们在等谁？各位现场的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。没有手，对不对？都在拿录影机，那我们就用尖叫声，让我们欢迎你们在等谁。